参加选美需要多大勇气呢？2023香港小姐的终极面试中，晋级26强的83号佳丽，面试直接被评委指出笑露牙龈。好似阿师傅话斋，笑咧要上下都见到嘛，而家净系见到上咧争少少。而因此被直接淘汰的她完全不后悔。行到呢步都好开心，好荣幸。而76号 Vicky 没出场前照片是这样子的，然而出场后的她却被吐槽太土了。你幅相咧望落好青春，但系你今日个样咧有啲僆咯，即系比较旧少少，怀旧咗啲而家系啦，冇错啦，咁变咗咧就会输蚀咯。而他也因此即刻被淘汰。我想讲我已经好叻噶啦。而小个子的一号佳丽 Venus 一出场就被评委们轮番质疑身高。你有冇觉得自己唔够高啊？我觉得唔够高，但我身材有其他优点嘅，身材比例都好好，系啊。你系咪平时好少着高踭鞋嘅？系啊，比较少咯。你其实你身高唔系好高啊，但系你又唔肯着高踭鞋，咁咪点解咧？因为平时我系教瑜伽嘅，所以都系着运动服比较多啦。不过我会为咗香港小姐，一定会努力练习。而她因此成功晋级22强，所以你觉得这届香港小姐颜值可吗？